求求我，接房间叔叔。是张老师，这个老师护着学生的胳膊过于僵硬，又被楼板压着，要想救孩子就只能破坏遗体了。怎么破坏？只有用电锯锯开。解放军同志，首长，别耽误了，锯吧，救孩子要紧。好吧，尽快通知死者家属吧。张老师的妻子和孩子也都遇难了。首长，我想这也是张老师的心愿。